这边我们有这一个，所以它这一个呢是18，然后 n 减一 factorial，然后它这一边是 n 减一减二的 factorial，然后它是 n factorial n 减四的 factorial。然后这一题呢，你如果你把你的那个 n 减一这样继续除到变成 n 减二 n 减三，上面下面变啊，它是比较笨的方法，比较厉害的方法是怎样呢？你把这个 n 减四乘过去，这个 n 减三乘 n 减三不用，你把这个 n 减一除过来，所以你或者是甚至是你不变也是可以，但是我还是变比较好，所以它这一个呢，它这一边是 n 减四 factorial，我把它乘上来了，然后下面这边是 n 减三的 factorial，然后上面这边是 n factorial。这个是 n 减一 factorial，我把这两个换位置，OK，然后它就变得很简单了，OK，所以这一边是18乘这一个 n 减四 factorial，然后下面是 n 减三乘以 n 减四 factorial，上面是 n 乘 n 减一 factorial，然后 n 减一 factorial，然后你就可以越越，然后越越，OK。然后你就再把你的这个 n 减三乘过来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个18等于 n 乘 n 减三，所以我就 n square 减三 n 减18等于零。OK，我把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这一边我就开挂弧638 n n 368减加 n 等于减三 rejected，因为我的 n 是要 positive，然后 n 等于六。所以这个拿到答案了，然后过后呢，旁边的这一题，我们要的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呢，它同样的做法啦，所以它是六，然后乘九 factorial，然后九减 r 减二的 factorial 等于九 factorial 九减 r 的 factorial，OK。Okay? So，我在这一边九 factorial 九 factorial 之间可以越，OK，然后九减 r 跟九减 r 减二，九加二11减 r 跟九减 r，都其实是11减 r 比较大，OK，我把我这一个搬过去，OK，你这一个减 r 减减加加，所以它是11减 r，所以这一边呢，它就是六等于11减 r 的 factorial 除九减 r 的 factorial，OK，在这一边呢，它为什么是11减 r 呢？我的这一个部分，这一个部分，它的九减 r 加二，你把它乘进去，九减 r 加二，所以它九加二是11减 r，这样，OK，这一个是这样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11减 r。然后十减 r，然后九减 r factorial，然后九减 r 的 factorial 是六。OK，我的这一个其实是11减 r 减一，也就是11减一减 r，然后也就是十减 r，然后接着它这一个就是十减 r 减一咯，然后十减一九哦，九减 r 这样。OK，好，然后我的这一边这一个可以越。然后我这一边这样跟它乘进去，乘进去，OK，所以我的这一边呢，它就会变成110减11r 减 10r 加 r square 减6等于零，我把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就有 r square 减 21r 加104等于零，然后我就开挂弧，OK，21。然后110减六，所以我这一边我开挂弧，减二104，OK 是三，还有八是三跟八，八还有十三，三跟八，减，OK，三八二十四八一八，所以 r 等于八，
，R 等于13，OK，八不可以，因为我这个 R 要大过11，那 R 要大过那个9，OK，R 要大过9，R 减2要大过9，OK，都我的rejected，OK，因为我的 R 减2大过9，R 减2大过9，OK，或者是 R 大过9啊。R 减2就6要大过9，不然它那边会有问题。这个是3，OK 好，我们在这一边我要检查我的答案，我看对不对啊？所以我的 mod E 这一边6乘9，P，刚刚我拿到了 R 是多少啊？13，OK 13减2就11，OK 是。13，这一边是不，应该是8，我 reject 错地方，rejected，因为我的这个 r 减2是要小过9才对，这边 r 减2要小过9，OK，所以刚刚的这一边是八减二就六，OK。36280，然后我的9P8，32680，对，OK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八，对，因为这一边9个排八个。9个排13个就有问题，好吧？这一个就是这样。